Dạ. Thì cái đầu tiên đi bộ là cái bộ bàn thờ anh. Bảy. Bây giờ mẹ xìu hồi đi đó. Phải à, bằng thái. Ủa, chứ dầu thì dầu thì dầu. Dầu. Đừng có lấy sao được xin mình. Phải dầu. À, giờ thấy con chú thầy cũng có dầu rồi, chứ có dầu rồi, dầu rồi. Ờ, ok, cái này đúng rồi. Church.
去邊個醫院啊？
係咪咧？通常 ambulance 去最近嗰個醫院。
些青石路咧，都打个字翻译起来，青石路啊，自家看看啊，差不多嘛就到了那边再过去了。上个月去了，哎，我这
得我问你个店里的问题是他去到德港只是19岁的时候是10岁太高了是的10岁那样大家营养都不好大家营养都不好你不仅要买什么颜色你的颜色不好你看个营养钱就对了改天我没去过，我只有。
三个星期我们老太太我们那个诊所的哎呦他真的把我拿了个电话诊我的那个都很重要的好像是上个礼拜了
想問問琴晚你係咪打過俾我？我冇，想問問琴晚你打俾我揾我做乜啫？哦，冇啊，我屋企人暫時未俾我出得夜街住啊，你明我意思啊？所以 AWE 所有 AWE 基本上唔使，我都唔會出現到，除非我偷走。係啊，唔係啊，我琴日後尾走咗去啟業門連影夜晚上，跟住收咗工，我影到七點之後，我行咗過去。我行翻過去牛池灣村坐九一 M 咯，係我唔醒起 AWE 係幾時散場啊嘛？哦，咁唔得，我屋企人一定唔俾我出啦。到咗咁早到，唔係因為我個班六點完，之後我同佢哋講咗我琴晚翻屋企食飯，所以就咁咯。啊，話時話 AWE 嗰啲車係咪通常做完馬場之後，佢會直接由馬場勝個總站先去 AWE 噶？不如話搭的士過嚟啦。定係佢中間會攝嗰啲咩洪水特啊？唔係我話你要攞高咩？即係例如九記大麗咧，咪負責俾馬場佔，即係嗰啲咩886啊嗰啲咧。跟住之後做馬場嘅咪美孚直接輸去 AWE 啊？定係佢中間會攝啲？唔係喎，旺角冇美心咩？即係佢個字軌每一次都唔同啦。邊啲日子先打我啊？咁你咪遲啲先攞。哦，哥。所以每次都可以。佢點定？除非你識裡面啲人咯。我知啊，你如果你過去，你咪過去先咯。我不知道你啊，點真係？我哋而家去啊！唔係見唔見嗰間嘢開啊？地鐵係嘛？我到咗打俾你啊！我而家我喺油站嗰度。即係佢唔係龍記負責嘅，佢係九記負責。佢係龍記攞天廠裡面啲日收車或者係是但一架車咁樣做。哇！九記住，哦，即係滴滴嚟嗰兩條龍 R33、R42 同埋 X48，唔係 X41、X33、X34 呢啲都係。哦 ，R33 係咪59mL93 啊？60mL 唔知咩？好似60mL 啊！以前是59mL93啊嘛，即係 AWE， 我估 AWE 個時間係兼職佬，可能食完飯夜嘛，食完嘢。滴滴嚟係龍記卡路自己做翻噶嘛？滴滴嚟好似龍記卡路自己做翻啊！有時如果你揸 man 嗰啲咪九記咯，但係如果普通車型，我印象中好似有時係龍記自己做翻，龍記出卡路，九記出車咯。唔知喎，係啊。今日23啊，即係我估
啲兼職佬係食完晚飯跟住去天水圍元朗廠打卡咯，打完卡跟住攞車直接去 A W 開工咯。佢應該係食完飯先去簽到啊嘛。我覺得 AW 食有啲奇怪咯。啊，係喎，唔使機場員工有優惠嘅添。有嘅咩？我唔覺。佢就係話機場員工白。哦，即係佢已經圍內傾定咗。原來係咁，長知識啦我又。馬場嗰啲通常如果我反而想知係佢如果有啲車咧即係私咗入去馬場啦，最後尾冇做嗰扎馬場線，通常會踢去邊度做啊？定係私廠啊？直接私牌收工啊？紅隧線嗰啲係點嘅？即係馬場做完馬場之後，佢之前咪傳有啲特件係做完馬場線之後，佢去做紅隧線嘅。紅隧嗰啲咩起載特嘅102、104，係啊。即係佢嗰啲通常都是之前做完就直接私人馬場等開工那些。應該都是大禮的。他是不是每個月自鬼不同的？要輪自鬼那些？還是他後來吸了？哦，吸咗个脑啊！哦，嘛，唔出奇。新记听闻近排好要人啊嘛，佢有扎钱，系啊，东方嗰篇啊嘛。咪跟住之後咪全部改翻曬正常無線 order 咯，唔出奇。除咗特件啲，稍微特件啲咪生肖咯，全房咯。你估好似以前搦老闆咩？唔出奇，因為佢嗰扎新界線佢係攞其他附近新界線嗰啲車噶嘛，佢會唔會傻到求其揾個兼職佬喺度呃鐘咧？唔會噶嘛！我而家喺廣華醫院火車橋底，我入緊大角咀食飯，屋企人團年啊！你而家喺屋企啊？我做緊功課。我哋今日派咗功課，12樣，放12日，俾12樣你，有3篇作文，係啊，冇，點解？喂，咪住，邊架團廠嗰啲啊？咁玩嘢，佢係咪？我嗰啲先嘅電器。6491。哦。佢係咪之前喺元朗廠嗰度壞車啊？元朗範圍壞車啊？我都想知喎，真係跨廠特嚟嘅喎。系咯，
叉井唔係啦，六二叉好似冇。係油麻地標準號。但我唔明喎，明明係六二叉井，但係都應。我媽唔出奇，又係嗰個字怪啊！你講咩啦？咩？唔出奇嘅，其實佢 B 一、二、七、六 ，B 一同二、七、六，我懷疑係有啲字怪係會跳嘅，跟住你跳嚟跳去咯。我撳左右，係撳左右。純粹是督察職場隊邊條線叫他做的嘛，就打翻轉，呢個開始。有可能係，我就係講咗，我只問我個人對呢個豬係暫時冇興趣，尤其是冇啊。你話 V 豬同 V Man， 我個人就對 V Man 有啲興趣。之中 V Man 係咩啊？冇啊 ，K 廠而家仲有好多。我以前細個童年回憶嚟㗎，98 A 個。冇啊，我都唔諗住，我都唔得閒嚟。而家能拎出 V 豬？哦，係我知啊，156啊嘛。掉咩啊？你撞到煙花都會輸嘅。同邊架掉啊？就係。帶唔起，帶。哦。走落水都輸。嗰部咩？我老婆一開始都係咁。但我懷疑喎，狗廠識唔識整啲狗唔難，你操過喎。狗嘅咩？佢行啫，唔代表佢識整。之前新車落地都冇耐，已經咩突然間做九七四A嗰啲嘛，哇！嗰啲我睇完都歐陽，只行呢啲，我七四A嘅印象就係停留喺熱狗溝溝單層雞嘅年度。我估。
唔係，我覺得咧，嗱，我覺得泥廠咧應該第一近近佢總部，九巴可能近總部咁啊，容易管啲。第二係上次肥烏嗰單嘢，可能瞄咗出嚟，唔夠膽玩咁大。第三係東方出咗片。所以泥廠而家就算玩都唔會玩得咁弱，我覺得。可以飛啊！係啊，我有曬時間表啊！琴日 WhatsApp 成個時間表，全日時間表貼出嚟咯，呀！係啊，所以我反而覺得，唔係泥廠有好多玩嘢，就算玩嘢都係玩兼職咯，嗰啲蛇鬼多。泥廠係啊，嗰啲 P 鬼真係做玩到你熟，玩謝你。係啊，跟住未計泥廠就有一樣嘢就係，你知唔知泥廠派車嗰係點樣派？派车很无差的，我没打算学的像不像出去，我学的老手了。佢好似求其周围摄架车俾你咁啊，算数。仲有我好反对咧，啲龙仔收归呢个大礼咯。啊，依家跟住做三百多年，别弄个铁厅啊。系啊。小的小都小铁厅。沙厂唔掂啊嘛，沙厂自己本身都有一大扎线可以 keep 住。哦好。反而 U 廠嗰批就，我反而我覺得 U 廠都唔應該自己啦。你話 K 廠踢過佢咁咪算咯。K 廠嘅衫，唉，要穿過，點解？先進啊嘛，穿過去先進廠添。唔，咁伊嗰度是紅綠燈，穿過去了就不，實際一米的地方肯定不會得堵啦。你前頭是堵是堵。係喎，未計。跟住阿拉得出来的地方能哪能办呢？伊没地方路好跑个，正好下来跑到这块，伊正好是十路过来，搿么就是虽然没等哦，等下十路开不只要等嘞，就像侬两天一样嘛。啊，伊泥厂不老食柴厂嚟啊，我跟你讲，仲食柴个狗鸡。沙廠唔食柴，沙廠有新車，全新蛋啊 ，UN 蛋上牌。一隻地址有啦，有呀。我自己就中意大沙嗰啲嘅新界廠。睇到啦，哎，小區啊。大泥廠有男仔啊。應該話係我可以咁講啦，泥廠管嗰扎線有好多都係社會服務或者台語嘅，所以泥廠長期都識柴，同埋泥廠你留意下佢管個車數係管得少啲嘅，你唔似大沙或者元朗廠啊，即係兜廠，係啊，你淨係一個狗。你唔好提啦，你大禮好細嘅啫，大禮好多時應該係做嗰啲行政嘢咯 ，paperwork 嗰啲咯。你淨係一個九龍灣，你已經多過佢好多啦。如果講管嗰個範圍同埋規模嚟講，而家坐緊濕仔。是的，唔係要咁嘅，有時太重啦，我哋。反正没拐过这里就快了，是吧？这里就快了，这个很慢咩？我们下来三楼，又系关于九厂同团厂成日吊车嗰单嘢。就是我们后场那儿还走噻。哦，不过黑暗噶啦，我觉得唔黑暗唔正常。所以我开始问你，是不是坐地铁住到？我就冇所谓嘅。这个深水埗那边，已经在公司了呀。九厂。我话九厂冇特别嘅啫，除咗个三日短车之外。他在我以前南昌见的地方，老过去很久的嘛，你朝前面穿好了。老板，唔系原因嘅，而系个问题系，你嗰廿架，你唔通真系搵廿日出嚟做咧，又唔同啊嘛？
可能啦，呢、這個世界。即係上陣嘅咩啊？沙廠又冇得特㗎，沙廠舊車多。你如果上啲舊車去沙廠玩，啱唔啱？最特啊，龍仔咯，自己舊，唔係我龍仔嚟。3015咯，車型上真係冇乜咗，神大沙 AV top 咯。我知啊，我話三 R 啊嘛，佢嗰堆哦正常啊 ，B 一春運有咩款啊嘛 ，B 一 B 二都係咁玩嘅啦 ，B 一 B 二 B 三。哇！呢、這個車尾一炒呢、這個車尾啊！正常啊，四廠聯嘅。多到啱啱好嘅黐線。佢唔係上年復活節改四廠聯型咩？我記得好似有一年係點解？呢個係咪 size 都差咗？我覺得呢個 SUV 嗰啲啊嘛，係啊。啊話時話上次 JB 319行 B 1咧，我想問，都係元朗地頭壞啊，元朗地頭壞，跟住之後就係啊。是不是269C？ 是不是269C 的人玩大蓝带？应该是难怪他哦。但係點解佢唔做？即係268C、269C， 佢點解唔直接收舊廠咧？佢仲要做多單16咧？係好奇神嘅事。係富貴街。我16攞到個價。哦。好慳啊！可以壓落嚟嘅喂。VG 又未做過元朗線，不過通常九廠派嘅咯，佢要做到，我自己坐過唔止一次。KR 270啊？咁我又冇得聽過，可能我近排比較少睇，我唔係太得閒睇下。哦，是啊，正常。BG 是有一排跌咗。佢其實呢批最麻煩係車身啫。佢如果唔係個車身都唔同嘅，有好多件，有好多件唔同嘅。你啦，你淨係底盤同埋個車身中間嗰啲。唔係喎 ，V-Man 喎 ，V-Man 同 V-G 底盤唔一樣。我知。佢車身件大，但係佢裡面有好多設計咧，都係。我只是同一個設計，但是它裡面有很多尺寸是不同的，你留意一下你知道的。所以現在有同一同學玩一次了，主要都是一車的問題。是我知道，但是它我的意思是指呢，它 engine room 和車身接壤那部分呢， V-Man 和 VG 兩者是不同的，就是兩者的設計是不同的。是啊，很多尺寸都不同的。但是我怎么这样的车？
係啊，整得到老闆就識整乜車㗎啦，我敢請拉單。真係好機會，好大機會會